咁多位，咁今日又同大家做一个 YouTube。今日嘅性质比较特殊啲嘅，我会介绍我做过一啲手工艺啊。咁我有个兴趣嘅，我就好中意用一啲废置嘅材料啦吓，好似啲烂玻璃啊、烂木头啊、烂瓦片啊，咁可以做到一啲小工艺嘅。啊，就好多年噶啦，我有成十几廿年咁样，即系做咗数以百计呢啲咁嘅，即系无厘头嘅创作啊。谈不上有咩艺术价值，但系就都有啲都几得意。今次咧就主要介绍呢啲啊。或者好简单做啲我自我介绍啦，因为有我固有啲朋友都 subscribe 咗我，久不久定期你都睇到我啲 YouTube，但可能久不久都有啲新啲嘅朋友啦。咁就我系个退休人士啦，我都有四年前噶啦，响城市大学退休。我本身系个工程师啦吓，咁响大学都系教即系。工程啊，或者一啲相關嗰啲，好似城市建設啊，呢類相關啊，咁我興趣好多嘅，咁臨到尾有啲咩歷史建築啊，其他一啲話題咧，我都即係都做咗好多年嘅功夫啊，咁有好多即係資源啦，咁退休生活好似而家咁咧就。都冇任何困难嘅，唔惊话闷亲。咁我有时用啲 YouTube 咧都好，我人性化，即系个人性化。咁唔以收视率嚟做一个指标。咁好似同一啲朋友啊，即系相交下咁嘅啫吓。同埋我做 YouTube 咧都有个唔理想嘅，就系、难免有时好长，因为我都好多资料，我唔系话特别重复来重复去啊，而系即系资料好丰富咧。有时我 show 个 PowerPoint 咧，即系过百个 slide 都有嘅。咁当然亦都有人教我，咁即系其实可以将嗰啲内容斩件嘅。啊，譬如我有时介绍啲工程咁咧。咁啊，part one、part two、part three 咁啊，每个维持最多都10到20分钟咁，但系有时又即系兴起一路整落去咧，都费事即系剪来剪去啊。最另外一个问题咧，我唔识剪接啊，我都冇心机去慢慢学。咁因为我做嘅工作好多做到一啲咁就有个交代就算啦咁，同埋即系赚求自己个人啊。避免又系太冗长嘅一个 YouTube 啦吓，我都唔讲咁多啦吓，所以自我介绍，咁我开始啦吓，咁好容易睇到嘅啫，就我啱 show 我个 slide 咧，你就即刻即系明白咩一回事啦。嗱，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嗰个题目啊，咁强调咧，我将过去20几年噶啦。所谓小工艺创作啊，亦做咗好多噶，我做咗几百只啊，咁但系久不久有啲咩，我又影张相啊，咁冇特别话整理成为一个 PowerPoint 咁叫做容易介绍啲出嚟，咁今次就特别做咗一个啦吓，我呢啲即系自己自嘲式啦吓，离经叛道疯狂嘅制作啊。大家唔好见笑，咁点疯狂咧？依家你就睇到啦，啊，咁有啲都认真嘅，咁呢张相都十年前啦，最少啊，咁10年前嘅我就系咁啦，咁当时城市大学咧就个图书馆嗰时个新馆长到任，咁想搞啲嘢啦，咁征召咗大学里边有啲，即系佢哋认为即系有一啲。藝術創作或者美術創作嘅童工啦職員啦咁，去做一個小型展覽，咁就好多個即係我哋教職員啦，叫做就受邀請咗我其中一個，我印象中唔知有3個定4個教職員嘅啫咁啊規模都唔好大，咁呢度佢俾咗4個啲玻璃櫃我。
咁我將我啲玻璃嗰時做玻璃為主嘅手工藝咧，放落呢個陳列箱度啊。咁而家射燈照住咧就懶靚咁。咁背後頭先呢個背後呢啲咁嘅畫作唔係我做嘅，另外一個鬼佬即係教授做嘅。咁嗱呢個背後都係我嘅。嗱呢度另外一個展櫃啦。咁呢個背後咧我做咗一個圖片專輯啊。咁咧圖片專輯咧就有關。我叫 Wolfscape 啊，即系 landscape 就风景啊，Wolfscape 即系响一个天台望到嘅景致啊。咁我都讲过介绍下个自己嘅啦。就我好中意影相嘅，因为我做嗰啲工程研究啦就唔影相冇意思嘅。咁或者略提提啦，所以我啲工程咧，大型基建为主啊，譬如。成個鐵路系統唔係某一條鐵路，而係成個鐵路系統。咁當然每條鐵路我都好仔細咁有跟進啊，做咗好多記錄啦咁所以唔影相唔得嘅。咁另外我有一個層面啊，叫做所謂城市環境研究啦咁又拎住相機咧，即係周圍供。咁幾十年嘅功力好重要嘅。我影嘅相有都唔好耐，有20年到嘅啫即係之前咧就影好少相咁我入咗城市大学之后咧，就唔止20年啫嘛，即系可能25、6年啦，接近30年。咁之后就开始影好多相我而家拥有嘅相片就唔系话我个人嗰啲，我好少入镜嘅，就主要都系一个人拎着相机周围咁啱嘅角度、啱嘅题材咧就影啲相。咁 up to 而家咧，我有超过100万张。即系照片嘅而且全部系基本系 soft copy 嚟嘅。嗱，咁呢度睇到就系我个4个展柜啦咁而家睇翻转头啦当时嗰啲嘢都好原始嘅啫。即系呢10几20年，我慢慢做咧，做咗好多，应该精彩好多嘅制作。咁我头先讲我有，我估计咧300、400件闲闲地咁摆边就无论屋企几大咧，都冇可能噶啦但系曾经我屋企都好闹搞，因为摆咗好多我呢啲嘢。我旧嘅屋咧就都1200尺嘅，好大咁，但系即系摆到好凌乱啦。屋企人都成日闹我咁，好无可奈何咁但系最近我搬咗屋，又搬咗去新界啲村屋。呢个就我村屋嘅环境啦。我住地下咁有一个几。私人嘅空間咁當係花園啦，咁我翻個地下咧就可以周圍擺啦，擺曬我所有嘅嘢咁近啲睇咧就呢啲基本都係玻璃嘅，因為玻璃我又都唔係太着重啊，日曬雨淋就好啦曬得多會壞或者會甩咗咁。我其實呢啲玻璃用玻璃膠黐嘅，所以冇上鐘咁持久嘅，即係就係擺10年8年咧冇問題嘅。咁點都咧，我有空間啦，最少啊。咁都個別咧，其實每一件都可以有啲嘢講啊。不過唔講啦，時間關係。另外一角度啦咁有啲都幾得意嘅有啲好乸西，有啲就都有啲 idea 嘅譬如呢兩個。4方框啦咁我解啲玻璃片啊，细细件啦，好似即系两寸乘2寸一件玻璃片，又向上面黐唔同颜色或者嗰个 texture 唔同嘅玻璃咁构成一个方格，然后好多方格咧又再拼埋一齐即系其实每一个都可以介绍。时间关系系咁只讲几句算啦咁另外一个角度呢个就喺花园里边嘅周围摆。材料都值得提提嘅，啲玻璃咧作为一种材料咧，我有3方面啦第一方面咧就比较理想啲啦，嗰时都15、16年前悭地，咁就识即系行过一个玻璃铺咁入去好礼貌地啦，咁问一问个玻璃铺你有冇啲即系。废嘅玻璃碎料啊，佢哋好多啊，即系解啲玻璃咧，好多边你冇用嘅。咁佢问我有咩用咁我话即系做啲即系工艺，即系啲玻璃嘅工艺品咁
佢又幾好啊！咁嗰個隨便你攞啦，小心啲啦。咁啊，仲借個手套俾我，驚我戒親添。咁臨尾我帶環保袋啊，拎走一批。咁事後咧就同呢個玻璃鋪咧都熟咗啊。咁啊，其中有個師傅咧特別即係可能欣賞我啦嚇。咁加上我有時做完一啲我覺得有代表作嘅製品咧，我又拎佢俾你睇下嚇。咁有個師傅咧就。即係特別有時狗又同佢留起啲玻璃啊，因為玻璃咧就厚嘅，即係有睇頭嘅，即係嗰薄玻璃咧就即係冇乜有冇立體感嘅啊。咁你見佢譬如綠色啲玻璃啊，咁都幾厚下嘅，可能有即係一個 cm 咁上下厚啊，有0.8 mm 咁上下厚啦嚇。即係0.8 cm 咁上下，咁有啲代表性嘅，呢個第一種嘅材料，第二種嘅材料咧就係我執翻嚟嘅，喺邊度執咧？喺海灘啊，咁一般海灘都有玻璃執啦，咁我有一個海灘咧都叫海灘啊，就係鯉魚門啊，鯉魚門食海鮮大家都知啦，咁但係側邊有個叫做沙灘嘅灘，咁嗰啲酒樓啦，側邊酒樓其實將啲廢物就。唔係垃圾嗰啲，即係唔係嗰啲廚餘啦，而係將嗰啲爛玻璃碗碟啊、酒樽啊咁掟落個海，或者去嗰個鋪頭底下。你門嗰啲海鮮鋪底下就係個海邊嚟㗎啦嚇，咁用個平台咁晾起佢嘅啫。咁慢慢嗰啲玻璃啊，自然會向個海裏邊被沖爛啦。咁啊磨一磨啊，就磨到好平滑。咁試過又係10幾年前試過一次去咧，發到嗰啲。有啲用喎，咁啊揾個大袋咁執啲翻去，咁臨尾仲揾個手拉車仔咧去救一救，1年半再去一次，咁啊攞大批咁嘅碎玻璃翻嚟。啊，譬如呢啲玻璃就係啦嚇，咁第二個類型，第三類型咧就即係好話我聽執垃圾執翻嚟嘅，因為嗰時我喺灣仔住咧，即係對出冇幾遠咧有個垃圾收集站上啦嚇，露天添嗰種。咁就啊，試過有幾次見有啲人將啲爛咗嘅燈飾啊，有時有啲嗰啲水晶嘅燈飾都有，當然唔係好大份啦嚇。咁裏邊好多啲水晶嘅粒粒啊，或者有時有啲成個燈盤啊，嗰啲天花燈啊，咁爛咗嘅，咁我執翻嚟啊，咁呢度久不久都構成一個材料嘅來源嘅嚇，好。咁呢一辑有几张 slide 就专系讲我摆向花园嘅地下嘅一啲制作啊，嗱呢度就话嗰个鲤鱼门沙滩执翻嚟嗰啲啊，啲烂钢瓦啊，有时烂玻璃碎片啊都有啊，咁呢个系个灯饰，即系个天花灯嗰啲咁，咁我当然系打碎佢嘅，打碎佢就好多人都惊啊，但系就。基本都唔怕嘅，因為我都會打磨啊，即係用磨刀石就得噶啦嚇，咁細心咁每啲邊打磨啊，咁你磨完之後咧，基本上唔會介手嘅啊，咁當然要細心咁磨啦。嗱、啊，咁就頭先都亂咁掹地下啲嘅啫嚇，咁、太多有幾個啱嘅位啊，影一紮相。咁呢度咧就真係即係過去久不久有啲。整理下，我又影啲相啊，甚至有啲加啲灯饰去影相。咁啊，呢一批睇到咧就系属于嗰啲啦。嗱，咁好癫嘅啊！咁呢个我写字楼嚟，我嗰时我写字楼一半嗰啲柜咧吓，我都摆咗呢啲咁嘅玻璃制品。咁我响城市大学啊嘛，咁算幸运啦吓，响大学里边教咧都相对空间，即系每个。老師都有一間房嘅嚇，有時我間係獨立嘅房，咁裏邊都不同嘅架櫃啊，都供應好充足嘅。我寫字樓裏邊咧，即係大就唔好大啊，即係100尺咁上下啦嚇，或者細少少啦。咁有100尺對一個。個人啊，作為一個辦公地點嚟講，其實好充足嘅。所以咧，我當時咧，我一即係印象中有8個呢咁嘅鐵架啊，呢啲用鐵咁好常見嘅。咁當然有部分擺書啦，但係有部分咧就擺咗我呢啲咁嘅製品啊。咁啊，有時擺啲燈喺後邊啊，咁我啲同事咧都
都笑我啦嚇。咁誒，不過都私人空間都俾唔到咁多嘅，大家都啊。咁開始就呢度冇乜時間成嘅，有啲最近做嗰啲係好早做，我湊埋咁擺落個 slide 裏邊嘅啫嚇。咁呢幾個比較新啲嘅，即係最近做嘅啫，呢一個月裏邊做。咁誒，嗱呢啲就李元桓先生執翻嗰啲切圖片啊，嗰啲打爛咗啲碗碗碟碟啊，或者啲砂煲啊，或者有個雜菜煲啊，嗰啲煲。嗰啲用得唔好耐，都爛咗啊，掟咗出嚟咁，好多呢類嘅材料。啊，呢啲都係啦，啊，呢個同一個製作嚟嘅，兩邊啊，佢幾立體下嘅，即係約莫有即係十或者7-8 cm 啦嚇，7-8厘米嘅厚度，厘米係啊，即係或者用英寸講2寸鬆啲咁上厚啦嚇。咁啊，都系屬於立體咁，兩邊用呢啲材料做。咁啊，呢個亦都類似啊。不過呢個比較新嘗試啊。以前我都四四板板都用嗰啲材料，同埋個大細都唔係太大件啊。咁如果又上玻璃做啦，好重嘅，因為玻璃本身好重啊。做到大件好似有少花樽仔啊咁樣啊，本身都好重嘅。咁而且用太好多玻璃，我未必一時間有咁多玻璃材料啊。咁呢個 idea 咧就即係比較新啲啊。呢啲用夾板木板啊，嗰啲木板咧好似一半一個 A4 size 紙張再大啲嘅。咁就材料咧又諗多啲嘅。啊呢度咧。我因為有幅唔要嘅窗簾布啦，啲窗簾布嘅好厚下嘅，啊咁快到接下啲皺紋啊，咁啊加上整理下啲其他嘅材料咧，我覺得即係有啲新創意，亦都好啊，嗰個視覺效果啊，咁開始嘗試啊，做咗幾件啦嚇，但咁呢啲好普通啦，裏邊有個聖誕波啊。咪黐啲水玻璃喺度啊！咁啲聖誕波亦都自己有顏色啦，咁所以 group 埋一齊咧，影張相都幾得意啊！咁呢度咧又係就明顯啦嚇，執翻嚟啊！鯉魚門嗰啲爛咗嘅玻璃樽嘅樽口啊，咁呢啲即係好易做嘅嚇，所謂創意都唔係好嚴重，需要太多咁嘅創意。咁你拼拼湊湊覺得順眼咁黐落就得噶啦。我用玻璃膠黐啊，咁講啦。咁呢個都唔係太特別嘅，即係一組玻璃有啲咁嘅磨砂玻璃嗰類，咁砌成一個即係咁以嘅立體造型啊。咁配兩朵花喺度都影張相都幾光鮮啊。咁呢都係啦，唔複雜嘅。玻璃片啦，四件玻璃片，咁綠色嗰啲咧係玻璃樽啊，綠色嗰啲係玻璃樽，就打碎啲玻璃嗰啲酒樽啊，嗰啲酒樽，咁然後又拼一拼黐埋嘅啫嚇，咁啊呢個又係另一個啊，但我唔特別解釋嘅，又唔係個別解釋。咁呢個咧就，我都發到效果幾好啊！有時咁樣用啲色彩嚟影相，就用啲厚嘅玻璃，茶色嘅，灰茶色嘅玻璃，咁就黐埋咁構成一個幾得意嘅圖形啊！呢個係大半張 A4 size 咁上下啦。嗱咁，我喺屋企，而家我屋企嘅背后睇到就系我嘅书房就系，咁啱啱似乎出边有啲人，我住地下嘅，出边有啲可能啲装修师傅嚟做嘢，可能你听到杂音啊，咁都我都唔理佢哋，我继续完成我呢个 presentation 啊，唔同嘅玻璃造型啊，好快啲大个算啦，唔逐个解释。嗱，呢个几得意啊！其實你都冇太特別嘅啫嚇，有唔同嘅玻璃，咁啲玻璃咁打爛，佢當然亦都識得戒咧。有時我都有個我叫玻璃刀啦，咁戒嘅時間咧就就一就咧，咁然後再某啲角位咁剁碎佢，咁
做咗一个随意嘅造型，咁呢长条造型咁砌砌埋，好似花咁啊，咁啊都系唔同嘅玻璃板做一个背景啊，咁，又系玩下嘢啦，咁用啲碎玻璃咁拼凑一个圆形，咁黐黐埋咧可以做到一个圆形咧嘅。咁啊，有時有啲襯托就好好多嘅嚇，譬如你擺啲似花啊咁嘅樣。咁其實呢個就好巨型嘅，呢、這個又用玻璃用好多玻璃碎片啊黐黐埋咁就得噶啦。咁咧我嗰時去個玻璃鋪咧，俾玻璃我咧，甚至乎個師傅咧，佢同我介啲玻璃條啊，啲廢嗱，譬如啲玻璃條咧，有時譬如即係一寸到厚啦。一寸到闊，有一條長嘅，咁啊，佢同我解好多啊，因為嗰啲碎玻璃有時一大塊咧，就唔係幾好用嘅，咁啊同我解到細細件啦，咁我再整碎佢咧，咁拼湊成一啲大啲嘅造型咧，啊呢、這個我又都幾中意嘅，用啲厚啲嘅茶色玻璃啊，一種磨砂玻璃，唔係茶色玻璃，咁呢都係啦嚇，咁一路用一個。呢、这個樽啊，咁即係啲玻璃都有上咁上下厚度啦，然後背後整啲有顏色燈咁影出嚟效果好靚啊，背後呢都係啦，咁如出去推好多嘅，咁啊逐件睇咧就即係趣趣怪咁啦，大不了啊，但係仲呢個燈嘅效果咧，即係好迷幻啊，類似嘅好多啦。唔係呢個頭先擺咗喺個花園出邊其中一件啦嚇，呢個都係咁啊！有玻璃咁中意玻璃咧，因為玻璃佢嗰種透光啊，加上玻璃仲可以有唔同嘅顏色，咁顏色其實分別未必好大啊。咁又有可以有磨砂啊、不半透明啊，咁啊嗰類咁樣構成好好嘅視覺效果。啊！咁呢個又係一個造型啊！呢個十字架嚟嘅。嗰時有個朋友咧係教徒，咁我試圖做一個送俾佢啦但係啲遠距，佢話玻璃好似好危險喎。咁我唔緊要危險，咁我自己留翻佢啦。咁嗱，呢個都一個困難，即係理論上又唔應該好危險嘅，因為我叫做磨過晒，咁但係始終都係玻璃啊。有時你坑一坑佢，即係就會打爛咗。打爛嘅時間亦都變得好危險啊！咁所以呢啲好難話 popular 嘅，就算係別人咧都係欣賞為主啊！即係我哋叫做升咗上神台啊，大不了欣賞下啫嚇，唔同角度啦嚇。嗱呢個好簡單，我冇打燈點樣陽光底下，因為嗰陣時我寫字樓，我寫字樓個窗咧，即係朝頭早有陽光。好靚嘅，咁背後擺條黃色嘅絲帶啊，咁襯托上嚟已經上映好，都係呢個用個側面影啊，有時玩埋攝影添啦咁呢度都係啦，如果透過啲側光啊咁，咁呢四個燈膽嚟嘅，都係嗰啲執翻嚟嗰啲廢料。好啦，咁啊又另外一個造型啦咁呢啲啊執翻嚟向李圓執翻嗰啲啦，咁啲背後都係我做嘅。我用泥膠做，咁啲泥膠咧講多兩句啦，都有啲歷史嘅，有廿幾年嘅。嗰時我個女讀嘅幼稚園，你知幼稚園有時做啲手工嘅嘛，咁個手工嘅材料就係泥膠，咁佢都買到嘅啫，咁文具鋪都買到，專嚟俾學生做手工，咁學校咁個示範就做只鴨仔啊，即係咁。捏下咗鴨仔啊，小豬仔啊，咁嗰啲嘢啦，咁我同你做啲啦，咁嗰時啲細路仔好依靠父母嘅，咁其實就鼓勵佢自己做嘅，不過我又手痕，咁我示範幾個俾你做啦，咁示範下，咁啊佢交完功課，你知嗰啲功課一次過啫，做完呢啲下一次又另外一種材料。咁咧，到咗我玩上人呢幅都可以拼凑到好多，即系小造型。呢啲其实一块好似嗰啲 name card 啊，好似一张卡片啊，名片咁上下大啦。咁啊，一个啲卡嚟嘅，厚厚地咁。
咁咧我就喺上面就黐唔同顏色嘅泥膠，咁泥膠可以溝色嘅，譬如你藍色溝黃色嘅泥膠，咁當然搓下搓下，將佢混埋一齊咧，會變咗綠色。啊，深嘅淺嘅都可以調校，咁用呢個概念咧，咁做咗幾十件啊，咁啊，每嘅一件一件就好似冇得睇頭咁，後尾做張大卡紙咧，將佢裱起，啊，咁發到好有趣。同啲泥膠都好襟啊，到而家都仲喺度，啲色啊都冇乜變啊，都冇乜話太嚴重嘅硬化問題。好啦，咁啊睇翻我啲玻璃啦，啊，你唔需要解釋太多噶啦，即係總之我好多時。即係個心情啊，有唔同嘅 idea 嘅，就當然工作都好多方面啦。一有空間咧，我就有時高峰期咧，有時瞓覺，瞓兩張床都諗好多，咩造型好咧？咁一諗到一個咁樣一個新嘅造型喎，咁第二朝又盡快又整佢出嚟啊！咁同埋喺大學做有度好多人都。唔想讲啊，无谓讲啊。其实喺大学做相对得闲嘅，相对得闲，少尤其是少你个主动性啊。如果你嗰啲都有份稳阵嘅工作啊，人工亦都过得去，都唔使谂咁多，咁啊玩都冇咁易嘅。咁当然即系而家又唔同咗啦吓，有啲又要交数，交数咧做咗研究相关嘅做好多呢方面嘅嘢，同埋要交到一啲嘢出嚟嘅。啊，嗰啲就冇止境噶啦，嗰啲啊，但系我就唔系走嗰条路线咧，我因为从一个专业角度啊，我嘅入职系一个专业，我系一个即系工程师啊，工程师我有我自己嘅专业资格噶嘛，我就向呢方面做研究，压力唔好大，但我都有做嘅，我做嗰啲就系应用研究，唔同啊，佢哋嗰啲系嗰啲。我哋叫 pure academic research 啊，咁走個路線唔同，所以我係相對輕鬆啲嘅。好啦，咦，咁啊介紹完咯，啊咁都好嘅，啊唔，我都唔想太長，但係而家咁講下講下，其實都我估都有廿零分鐘啊，都唔屬於一個短嘅 YouTube 啊。咁今次嘅分享咁大致如此啦嚇。就下次我又睇下谂一啲咩嘅题材咧，同大家又讲啊，或者做个归纳啦。我讲呢啲 YouTube 咧，有三四个大方向啦。第一种咧就系建筑技术啊，我早前有两三辑咧都介绍一啲不同嘅大型工程啊，或者相关嘅技术啊。咁另外一种咧就系一啲怀旧啊。啊，譬如話，即係我哋啲咁嘅老人家啦，就過去個舊香港社會啊，就睇過啲經歷過啲個啊，即係譬如6個年前嘅香港咁，對年青或者即係40、50歲嘅朋友嚟講，都好模糊啊。咁但係我的確係經歷過啊。我嗰時冇影相，一張相冇影啊，細路仔。即係家庭咁，好少人有相機，同埋成日都影相啊，極少嘅。咁但係喺網上好多呢啲即係懷舊嘅照片啊，咁對我嚟講，有啲根本都曾經喺嗰度生活過啊，清清楚楚。咁有時又喺嗰啲方面咧，又做一啲 YouTube。咁唔定止嘅，有時咧我翻大陸啊，我。其中一啲研究工作咧，喺城市环境研究等等咧，就唔觉眼咧，我早20几年前开始咧，亦都走埋大陆线。咁大陆一样有怀旧嘅地方噶，有新颖嘅地方，有怀旧嘅地方。譬如广州啊、上海啊，我即系20几年前开始去啊。咁嗰时20几年前嘅广州，20几年前嘅上海咧。同而家都好大分別啊！咁加上我影咗好多相啊，咁有時我再去翻咧，我都有一定嘅觀察啊。我講去呢啲做國內城市嘅研究咧，就唔係去一兩次嘅，就去幾十次嘅。譬如上海，我去咗20零次，我估計啊，廣州都咁上下啦。就而且去唔去旅遊，一個人去啊，咁一個人去先至做到嘢嘅。嗰度有一方面嘅，即系YouTube 可以做呢啲啦吓。有时有啲嘅闲闲散散嘅
嘅趣闻啦，好似今辑都系以前冇乜特别做过啊。好，咁我透过呢啲 YouTube 咧，其实即系试图认识嗰啲新朋友啊，或者将我嘅背景咧做一啲自我介绍啦。有时都有啲冲动嘅，即系自己做咁嘅工作咧，都想将我呢啲工作或者我啲资源咧，同一啲有心人分享嘅。好啦，唔讲咁多啦吓，咁啊，下次再同大家揾另外一个话题见面啦。好啦，再见啦，拜拜。